四号泰国五大宗教教派在首都曼谷国家大剧院为十二号即将到来的舍利吉皇后生日祈祷祝福。此次大型祈福活动由泰国国家文化部举办，邀请在泰国的五大宗教教派为舍利吉皇后诵经祈愿。当天，上千名泰国民众聚集在国家大剧院，一同参与此次祈愿活动，场面十分壮观。五大宗教教派用自己的方式与语言诵读经文，虔诚祈福。许多民众表示，参加这个活动意义深刻，觉得能为皇室献出一份心意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每年的八月十二号是泰国舍利吉皇后的生日，也被定为泰国母亲节。每年的这个时候，泰国民间便会举办各种大小型祈福活动，为舍利吉皇后祈福，以此表达对皇室的敬仰。泰国皇室在泰国民众心目中拥有着无上崇高的地位。民众表示，国王与皇后拥有幸福安康的生活，就是对泰国民间最大的恩泽。东盟卫视 MGTV 记者刘新云、高东东，泰国曼谷报道。